Cosa? Asciughiamoci qua, chi è? C'è la collecchio! Lisa! Ma calè! Non sa cosa calè! Con sempre te l'ho mosso! Tu凭什么给我当个你鬼？凭什么给我好干赔钱啊？走走走，你拢走！我知啊，你是要抢走我所有一切对无？我跟你讲，我大方银州绝对无可能交予恁的，这是我本爷不识的，紧走！卖个卡啦！要不你先送一下，王爷，你电话都无用了，卡电话来了，要来跟他讨命。电话是我卡的。你是在看什么啦？无啦，王爷，我咧看到人甲你群众啦。你敢知影啊？这画面只，即马有人要设计我，要害我，要来甲我毁掉，伊要抢走我的大丰盈租嘞。要不你莫紧张，无人跟踪我，我保证，我绝对袂让任何人甲你公司抢走。你甲我讲，你甲静文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让我甲你斗相共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对，你偷偷我想，偷偷我讲，任何细节都莫漏交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别问我，你别问我，别问我。我不是偷工的，我不是偷工将政府要偷的山岗的。这回啊，你也对不起你，你也对不起你。我今晚，我今晚随叫你回来，我带你回来，好。要不你冲啥啦？我咧冲啥？我哪咧冲啥？我要起大楼啊！我要让慧玲亲目睭看到我成功啊！我要让所有人一看到我，拢叫我笨蛋的。我也要让所有人哦，唔敢看我无啦。要不你已经是笨蛋啊！业界人拢尊重你，你已经唔是二十几年前迄个笨要不啊！咁真实，真实嘞。杨哥，你即马破病啊？你需要治疗？治疗？无啦，我即马哪需要治疗？我即马吃林咖啡就好。卖过林啊，卖过林啊，要不？卖过林啊，卖林啊。大兄，我一定爱啉啦。你敢知啊？我是够无啉哦。我去人就要起痟，你不知影我大家足疼，我拢困袂去。我看见你哦，我跑到保护我的大丰盈租嘞。大爷，我拜托你哦，你即摆随带我去啉一杯米啊种的咖啡。我拜托你，大爷，你紧带我去。我求你，我甲你跪，你紧带我去啊，大爷，你紧带我去啊，好不好？要不你到底是吃偌济毒？我袂当让你安尼继续落去啊！我绝对袂当让你互毁掉，我一定要救你。爸，你讲你的朋友会当找到适合阿彪的心脏？我三十年的国外，不是你无位呢，当然有一挂人脉啊。伊赶紧甲江小姐白了啊，考不出来，安尼对方哦，就会当开始动作。若真正有迄必要啊，咱就甲江小姐送出去动手术。爸，多谢你。这是我应该做的啦，啊，这段时间哦，都麻烦你继续维持新牧羊这个身份，我会赶紧把代志真相查出来。对了，爸，你病嘞，敢要传着什么消息啊？当然上好哦，把卡、身边电话迄个人啊找出来，应该啊，跟恁阿伯家境哇，才会知这么亲密秘密，而且一定尽管给恁阿伯。这做了爸啊！我想要气炸恁阿爸啊！
啊，不过伊做代志哦，真细腻。我若一日无讲好，伊就起怀疑。这就是我即马头疼的所在。是讲吧，你咧讲一通神秘电话对方的声，你敢唔熟悉？无，用变声器。变声器？你是唔想讲，对方应该是我熟悉的人，才要用变声器？这条我已想过了。啊，二十几年前我无在台湾啊，恁阿爸身躯边的人我无熟悉，除非是阮哥家家己的人。你想讲啥？讲。爸，你离开台湾三十年啦，这你可能唔知影。廖女士，因为讲阿爸当年啊，甲伊离婚。解除阿母这件代志，伊真有意见，也真袂谅解，一直到今嘛，佫无法度放下。有时阵佫为着这代志哦，甲阿爸咧起冲突咧，嘛是有可能哦。恁阿爸咧上工上班，想要继承家业，含害无了我太郎，佫甲小凤姐也放散。结果今嘛，颠倒叫小凤姐也送康，这个叫做现世报。出逼出逼出逼！我嘛想办法来查看卖啦。当年咧阿伯身躯边哦，到底有啥物人？我咧想，只要把这神秘人啊找到了后，就会当找到哦，阮阿伯咧设计阮大兄个秘密证据。恁阿伯对周信公个朋友有做啥物代志？啊，讲个话头长啦。即马上个重要个，就是要紧解决哦，阮二兄大应。朋友不假毒，这么滑稽，到。老师，你去打水。我喝咖啡啊，我就是要喝咖啡啊。要不就拜谢，你暂时在住遮，我袂当让你继续去食毒啊！这段时间你会较痛苦，要无你放心，我会陪你。苏文，备用品无够，你紧买一寡水，还佮食的物件，各种药品啊，佮面巾啊。其他我若想到甚物，我再打电话你讲。好。本档的代志，袂当让你有人知影。好，我知了，我先去处理，马上回来。对，姚木，哎哎，放开，别冲动，姚木，给我们跪下，跪下，放开，站住，站住，姚木，放手，放手，阿斌，我要啉咖啡，不行，我还是跟你拼的，我袂当看你安尼继续落去。大爷，你听我的话，死是不是啊？不对，请你放手。啊！要不你肯定者，你阿咪的咖啡有毒，你赶紧清楚啊！不管，我就是要你咪抢的咖啡啊！张叔，我打电话报警。喂，不要报警，要不你赶紧去，赶紧去。安尼，咱就分道进行。好。人在房间嘞，对面这间也是酒档嘞，是讲这声听起来那是。我要饮咖啡啊！放手啊！哎，放手！文道，你让我要干嘛？青木校长，那是你。不要！不
小布，东兄，我都要看鬼王啊！鬼王都要叠加。小布，你一定看唔对啊！这敢青木社长请的人。东兄，我真正看到鬼王啊！拄只青木社长甲鬼王两个人徛叠加，我都啊，无说你跑到我徛了，鬼王都无去啊！青木社长，你讲。你把鬼王藏倒去！笨蛋的，我根本就无熟悉什么鬼王，我哪有可能跟你做伙啦？他拄仔为门口出来尔，就看你安尼撇在涂骹，好无？你讲白菜！要不，要不你个冷静的啦！咱未来确定鬼王是伫台湾，而且就算我已经也伫台湾，以后也无可能出现你家。刚才讲青木社长，哪有可能是在鬼王啊？我真的看不着，够可怜。苏文，你去办你的代志去。好。周董，啊，你是咧本大办公室找到伊的哦？是啊，伊今晚是戒断反应，状况真歹。我今日后边走几千米啊，我只有甲带来遮。歹势，甲你交了。交叉是袂啦，不过你应该直接甲送去病院才对。啊，袂个。要不的代志绝对袂当公开。鬼王一定在遮，鬼王一定在内面。鬼王，你敢死出来？鬼王，我崩腰母啊！鬼王，阿叔，你就听我命令，惊哟！你骂那腰母，你安尼受伤啊！鬼王，你走袂去啊！你无路通行，死出来！一世人。我除了我结拜兄弟敬畏以外，我最想看到的人就是你。我对阮敬畏所犯的错误，我真心啊，永远都无得弥补。但是我要替伊报仇，我要带你落地啊！安尼就算讲我死啊，我相信讲阮敬畏啊，伊都会原谅我，伊都愿意记我。我知道你真伤心，也不过，这是青木社长住的所在，鬼王无可能在内面。你看我大声也无效。老爷，鬼王一定在内面。你甲道长讲，你甲鬼王抓出来，一命抵一命。老爷，内面是鬼王呢。当当年伊也是无开心，咱三兄弟咱甲平安倒转来，你怎么搁在丢毒下啦？要不我不是在丢毒，是你我安怎？大兄弟的痛苦，咱已经排二十几年啊，咱要继续痛苦一世人，你知无？而且不哪吒，还有江小姐，还有小春，还有紫薇，因为咱生命当中咱上重要的人，只会伊无去啊，伊就是叫鬼王害到无去的。好啦，笨蛋，你先较冷静的，就当讲伊无唔对。你现在精神不好，头壳较乱啦。我聊着代志，无参与所想安尼啊。我头壳真清楚啦，你若是不相信，你问阮大爷。等下，新闻社长，是安怎你安尼问？我知啦，你找那个鬼王有熟识对无？啊？